喂，唐局吗？很顺利吧？应该说比较顺利，具体情况回去再说。您大约几点到江都？我打算在省城下车，郑源到达应该是8点10分，一定来接我呀。好吧，晚上见。嗯，家里有什么事吗？唐局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，一句话也说不清楚，这样吧，晚上见面再说。 那就这样，注意保密。哎，您多保重。哎。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备不住我会打听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，这么早来找你。我这两天一直没合眼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想。 江队，什么事儿这么早？例行公务。什么理由？咱能不能回局里再说？涉嫌枪杀袁黄一，对不对？李小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动动脑子？江队，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。 证据都齐了吗？江队，对不起。江队，江队，你冷静点！江队，江队，开门！江队，你把门打开！江队，对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了！江队，江队，别跑了！江队，别跑了！ 干嘛看我呀？有话就说。为什么帮我？终于可以和气的跟我说话了。回答我的问题。不为什么，我觉着帮助一个不知道自己犯罪的人逃跑，挺好玩的。好玩？来了来了。什么？
喂，于小璇吗？马上安排，布控取消。为什么？现在再布控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按照他的行动速度，现在估计已经出城了。那干嘛咱们还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啊？那下一步怎么办？我马上去局里，啊。七哥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？不是。你还给帮我一个忙，哎呦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在你的船上了。看不出，你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女中豪杰。可你怎么知道我是无辜的？我会看相啊。那你还是一个骗吃骗喝的江湖女巫？我协助你逃跑。已经犯了妨碍公务罪，我不指着你说感谢我的话，说句好听的，不会累着你的舌头。谢谢啊。说吧，去哪儿？指个方向。再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什么忙？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样，到了西环你下去，我想借你的车用用。你想借车是吧？是啊，那好，跟我一块儿借去。哎呀，程书记啊，你不知道妙书记一上午给我打了3个电话，他是千叮咛万嘱咐啊，我敢不来吗？这个妙书记，哎，我还是住省委招待所吧。行，没问题。那天晚上，我和萍萍吵了几句。临走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非常不吉利的话。这句话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。我现在真的非常后悔。假如我当时没走的话，也许以后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我跟你是同样的感受，如果那天晚上萍萍打完电话我就去陪她，就不会发生后边的事。为这个我也一直在自责。你给她打过电话？嗯。什么时间？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。怎么了？他当时说他在什么地方？没有，他只是说在等他姐姐，好像是约好的。太可怕了！没想到我们中间最后一个和小平联系的人，竟然会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法医鉴定，小平的死亡时间就是在当晚的9点到10点之间。江启鹏，你在哪里？我没你走得远。江启鹏，你不要自己放弃把一切能说清楚的机会，这是我对你的忠告。我要是说清楚的话，也许你的末日就到了。那个方子珍怎么和江启鹏搅在一块儿去了？据我所知，方子珍一直和江队的女朋友关系密切。在子珍洗浴中心那个案子当中呢，江队也为方子珍说过公道的话，为此方子珍一直对江队心存感激。可至于还有什么其他的，我就说不太清楚了。发通缉令，全省通缉。齐局，这合适吗？怪，就怪他自己吧。
我们在这都待了7个多小时了，我有点饿了。我也饿了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不行，委屈你了，现在只能待在这儿。这儿离省城有1个小时的路程，天擦黑我们走，想吃就去省城去吃吧。为什么非要去省城啊？省城比江都繁华，到了省城你先找个地方住下玩玩，我去办我的事儿。不行，我是狗皮膏药，你甩都甩不掉。你这都是为了什么呀？那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喝水？为什么要当警察？为什么他们抓你的时候你要逃跑？为什么我帮了你，你要赶我走？你先说说这是为什么。我们现在是同案犯了，我也犯罪了，同案犯在一块儿才觉着踏实呢。方子珍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你。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？我想问一句，这些是什么人？该问的吧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那我没问题了。拿到货以后往相反方向跑，我在司法处3公里的地点等你，到时一手钱一手货，明白吗？您就瞧好了吧。唐局，我可是来向您自首的。来，唐局，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来分析，小平被害的第一现场只能是在他姐姐小小的家里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到车上谈吧。我们上哪？回江都。省厅不去了？刚才在车上啊，我跟程书记通了个电话，他已经在省城了。他在这儿，我去添什么乱呢？走。唐局，回到江都打算怎么记我的账？记什么账？就凭个弹道测试鉴定，也做不了证据。这话我爱听。哎，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本车的车主方子珍，这是我们唐局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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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车。好，哎，来，好，谢谢啊。
喂，江大哥吗？是我，你谁啊？你猜猜。别闹，我在开车呢。怎么？才几天就听不出我声音了？你到底谁啊？再管闹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跟我进。刹车。怎么样？还好，没什么事。啊，一切正常，好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我们那两个同志怎么样？那女同志还好，没事。男的呢？男的他的伤情比较严重，我们正和市急救中心联系，他们派车过来接你们过去。那我能去看看他吗？去吧。哎，我的包呢？哎，哦，谢谢啊。别谢。哎。局子里送就是了。我就是警察。他可是公安局长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要是知道，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。为什么偷包？也不为什么，为钱呗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江队长头部受了点伤，目前没有生命危险。我能看看他吗？可以。江队长是我的朋友，我想进去看看他。不行不行，肯定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是怎么回事？局长，唐局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
七局交代了，让我们在这儿对他实施24小时监控。哦，你马上撤离。唐局，您刚回来，您可能不知道江启鹏他……别说了，我什么都知道，让你们撤吧。啊，是，走吧。唐局长，我知道你有话要跟我说，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问吧。只要是为了小平的案子能够查得水落石出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愿意。谢谢你。启鹏出事之前把很多事情都告诉我了，现在就一个问题，而这个问题呢也只有你能回答。我？对，你。那您就问吧。除了你之外，你们家还有谁能自由出入？换句话说，就是除了你之外，你们家大门的钥匙还有谁有？除了我之外，嗯，应该没有别人了。应该？应该什么意思呢？不能肯定？我可以肯定。我听说那天你妹妹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进入你家，而且在你家等了你很久，有这事儿吗？有。当天晚上我妹妹到过我家。你妹妹什么时候到你家现在呢我们无从确定，但是有一个叫方子珍的人能证明，当晚9:01左右在你们家跟他通过电话，他明确地告诉方子珍他在等你。我说过我们当天晚上确实约好了要见面，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小平已经不在了。是，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。经过法医鉴定，小平死亡的时间和他跟方子珍通话的时间非常接近，也就是说小平死亡的第一现场很可能就在你家。在我家？不可能，这完全不可能。唐局长，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是啊，这个确实只是一种可能性，不过只要有这种可能性的话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排除他，或者是确认他，对吧？据启鹏介绍，你妹妹是一个非常守信用而且很认真的女孩子。如果她决定离开你的家，不等你了，她应该给你打个电话。她给你打了吗？她既然没打这个电话，那就说明她根本就没打算离开你的家，是吧？另外呢，他跟方子珍通话的时间和他被害的时间离得非常近，大概只有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即使假定他离开你家了，在这么短时间里头凶手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。另外呢，你们家小区周围那么热闹，凶手根本无法下手啊。所以我认为你妹妹很可能是在你家被害的。可是如果像您说的那样，凶手在我们家作案，那他是怎么进去的呢？是啊，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根据你们家门完好无损来看，进去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呢是敲门进去的，还有一种呢就是用钥匙开门进去的。我觉得不对，
因为我和小平跟那个叫袁黄一的人根本就不认识。再说，如果真的有人有我们家的钥匙的话，我觉得不可能。那你的意思是不否认另外还有人有你家的钥匙？我这么理解对吗？啊，经我们调查，在江边案发现场被打死的那个犯罪嫌疑人袁黄一，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。小平被害的时候，他和方子珍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方子珍跟他在一起？对，方子珍为了抓他，但让他跑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袁黄一他不是凶手？至少目前不能肯定袁黄一是凶手。啊，小小，我想再跟你核对一个问题，你妹妹常到你家去吗？我妹妹来的次数不多，她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的。是约定？不是约定，这是我们姐妹两个之间的一种习惯而已。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？因为我妹妹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，她不愿意她的到来打扰我的私人生活。你的私人生活很复杂吗？不复杂。现在那把钥匙在什么地方？请进。不要动。你认识梁成北吗？请进。唐军，嗯，监控江启鹏的措施是您下令取消的啊？有问题吗？唐军，袁黄一的死亡案是小平案的案中案，在这个案子中呢，江启鹏不仅有杀人动机和理由，而且有充分的作案时间和杀人物证，对他采取监控那是必要措施。所以唐局，我对您的做法表示不理解。据我了解，情况也没那么简单呢，啊！第一，所谓作案动机，无非是指江启鹏和小平的特殊关系，而杀人，并不是这种特殊关系导致的唯一结果。第二，所谓作案时间，我们不能说有作案时间他就一定会在这个时间里面去作案，对不对？第三，于小泉说他到枪械室询问过王军，王军证实在两周之内江启鹏没有提枪记录。如果这个情况属实，我们首先应该核实江启鹏有没有通过其他途径提取过他的枪支，这一点你核实过吗？唐局，在核实过程中对他进行拘留，这也是有助于调查的必要措施。用不着我跟你解释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行拘留的条款吧？
现在的情况，即使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都无权拘留，何况对自己的同志呢？一个八字没一撇的案子。你刚到局里来的时候，连续破了很多大案，你能干，执着，很严谨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低级的问题上连续犯错误，马凡是怎么死的，你能不能说清楚？裘七刚是怎么死的？你能不能说清楚？在丁立芬尸检问题上，您是不是让我表态呀？自从丁立芬死亡到现在，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啊！哎，你是不是自认为
在你的心里还有一块纯洁的土壤，却长出了一片罂粟，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啊。一个不恰当的比喻，但至少你提到了丁立芬。在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能提到他，这让我想起了他最后一次跟我谈话的态度。你这是为自己的动摇在寻找依据吧？我已经说了无数次，从那张软盘开始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，那就是在我已经不清白的时候，我要设法找回我自己的清白。你是想靠这个来获得融入社会的自信吧？啊，你错了，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警察，过去不是，现在不是，将来你也不会是，因为你缺乏起码的忠诚，你骨子里那种小农意识始终在提醒着你，个人的荣辱得失会高于一切。我没说错吧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我的话刺痛了你啊？星爵，你确实很辛苦，我能够理解。可是你最近的情绪让我不安呐，非常的不安。坦率地说，小平出事以后，您让我失去了对您最后一丝尊重，但是我仍然像过去一样信任你，所以我才会把我的感受直接向您说出来，我希望您能理解。是啊，你很坦率，你比宋之灵要强多了，这是你们俩最大的区别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坦率一下。说吧。我反对西澳洲计划，可这一定要了断，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儿。不要说了，在这个问题上你永远也说服不了我。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，那丁立芬就等于白死。哎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呀。我下个月就要出国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能不能顺利的出国，是测评奥华集团目前究竟有多大风险的重要指数。如果我能顺利的出国，那说明我没多大风险。我的风险呢，也就是大家的风险。您说呢，梁副市长？我怎么听着有点要挟的味道？不是要挟，是提醒。不，你是害怕，你应该去自首。反贪局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着，你敢吗？
我要去自首，这就是我。